朋友，苍山脚下的青芒小船，伴着繁殖的小桃花舟，在篝火边边抖边烤，上下抖动上百次。当小块的温度达到最高时，再冲入滚烫的开水泡上一层，因此也叫雷下船和白豆船。愿各位嘉宾喝下在头道苦茶之后，延年日寿，荣报青春。有何资源发来不亦乐乎？白纸白玉，八十八王鞭，抽起八角鼓，欢歌喜事迎嘉宾。对，第一道。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茶为原料，配以白族的特产乳扇、亚庇的和汤神片，再加入上来的红汤茶水泡在一层。愿各位嘉宾喝下在甜茶之后，生活甜甜美美。溜的上学，爬到阿妹的门前，阿妹，你可知阿哥在想你？接下来请欣赏白族婚前歌舞表演，玄子茶道妹门前。
人生就像在沙道场一样，先苦后甜，再回味。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？不努力拼搏，难见真的甜美。吃过苦，尝过甜。那么，我们就来尝一下广州的第三道茶——回味茶。它是采用腊肠江大峡谷的三清草原料，配以花椒、生姜、桂皮、蜂蜜泡制而成。喝起来甜中带麻，麻辣在我们的白语当中称之为“清清爽爽”，代表清清热热的一生。愿各位嘉宾喝下在回味茶之后，彼此之间清清热热，久结地久天长。花好月闹洞房，清香如意敲新娘。敲一把喜洋洋，敲两把赛内汤，敲三把花香爱幸福茶。就像南曲薛嫂白族部署表演敲新娘，掌声有请新郎新娘。敲新娘，祝福对不对？